苗栗之光，台湾的高球一哥潘振从在东京奥运夺牌，他抱着回馈家乡心意，将县府颁发100万奖励金，采购消防装备，16套全新的消防帽、衣裤、手套，还有消防鞋，都顺利的送抵了苗栗县消防局，期待呢提供救灾人员在抢救的时候可以多一份的保护。出勤前迅速着装，这套守护救灾人员装备是台湾高球一哥潘振从对家乡回馈之心。因为我们就是能够消防这块有被社会有关注到，就是也有人愿意去资助我们，有这么样非常优质的新的消防装备，我们是真的非常感谢。潘振从在东京奥运男子高尔夫球赛一举夺铜，县府颁发100万元，以这笔奖励金采购消防帽、衣裤、手套、消防鞋，全数从国外进口。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，最近才顺利交货。16套全新的装备已经分发至第一线消防人员使用。目前本县所有的外勤消防人员每个同仁至少都配备有2套消防衣以上。那消防衣对于消防员在火场执行抢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。那一旦执行任务完成之后，有第二套的消防衣可以将救灾完后的消防衣来进行一个保养及清洗，对于我们同仁的身体健康以及消防衣的延长寿命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消防衣购置成本高，但又是保护消防员最直接、最重要的个人防护装备。这一份善意，期盼提供救灾人员抢救时多一些的保护。